代理，冲撞正流行，领域等你。开腾讯视频 APP， 首页搜索放开我 baby 第三季，更多新鲜视频精彩花絮等你来看。本节目由皇家品质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，本节目由唯品会联合赞助播出，马上下载唯品会 APP， 全球正品放心买。本节目由高端亲肤洗涤品牌亲肤无刺激的好爸爸赞助播出，本节目由让 baby 用英语讲故事的 VIP JR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指定产品云南白药益生菌儿童牙膏，加点益生菌防蛀更安心。谁呀？我是奶牛国 CEO 派来的特使。 CEO 驾到。哎哇，哎，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。小哥，你是有一个心愿单是吗？我想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天上风筝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想要乘坐地铁逛逛大卖场。我对这个倒是有点心得。你要想用啊，借给我们用，借给用没问题。哎，这玩意儿有意思，感谢啊。好嘞，大家快起来了，今天出去放风筝。哇，这是小哥亲手磨的豆浆。哎，哦，但是小哥磨的豆浆真好，你看连渣都没有。有点很难吃了。哥，让他们去洗手。全部去洗手，吃饭了。快去洗手，不洗手的不能吃啊。快去楼上洗手。膝盖缩了一下，我要用这个洗手，给你呀，你洗吧。把那一层纸撕掉，那个呸，纸撕掉，就放空。纸撕掉，纸撕掉，豆浆哦，豆浆，自己做的磨的，自己磨的。费叔叔昨天晚上坐那儿磨的，有点甜味儿哦，有点烫。嗯，要等一下下，刚刚烧出来的，太好吃了，好吃了，一点都不烫。吃饱的举个手。我吃饱啦。吃饱了我。吃早饭吧，大哥，终于醒了。我不吃早餐。他们吃早餐了吗？吃过了。你们都吃了。妈妈哥哥。干嘛？爷爷，我是柿饼。什么柿饼？妈妈。早安。爷爷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救命。怎么了？杰克森，看一看你的头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。好像还是有点烧。嗯。杰克森，过来，过来，量一下体温。你头发也像个小疯子一样。是吗？先把你这个卡子，先给你卡起来，这样下楼玩的时候就舒服了。好嘞，还有一边，这里弄完了我们就。
测个体温。嗯，好看。来量体温。不急。好了，37度我们就不吃了，我们多喝点水好不好？37.2，37.1。37.2要喝吗？不用喝，那个是要到38度才喝的。费叔叔还在睡觉。还在睡觉？嗯，昨天熬了一晚上豆浆。你闭上眼睛看。啊，我去看一下。想一想，想一想，你先想一想。想一想。受伤了，现在嘚瑟这就是。不是跳跳虫，跳水，倒摔。别动，你烦了，再坚持3秒钟。好了，走，好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费叔叔起来了好晚嘞。你几点起来？我很早。很早就起来了。我是醒来别人的。这样子啊？哎呦，哈林啊，哎，你在？我们在钓鱼。在钓鱼是？哈林玩自己的玩具啊。小哥起来了吗？起来了。哇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费叔叔起来了。耶、我们可以出门喽。野餐垫和棚子。还有风筝也要带上啊，金鱼，往这里面走。走了。瑞娜开门，瑞娜。耶！走了。野餐喽！孩子的搬运工。好了，耶！
什么？风筝，这个是风筝。哇，我好久好久都没放过风筝了。我也是。啊，哥哥，我想要这个老鹰风筝。你要个啥？我先看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。来，我们来搭我们的基地了。哎，好好，别弄那个。你看，你看。不要拿这个伤害到人了。好好，这个先放地上。地上是吧？是吧？是。你好。哇哇，你的狗很可爱啊。哇。这只。啊，我也养了一只流浪狗。是啊。对，我们今天带小朋友过来一起出来放风筝啊什么的。他们两个，那有哥哥。你养只狗的毛好暖和呀。那姐姐，我先我把它放弄这个帐篷。说明书了解一下。这个是地钉对吧？对，先定一个。跟你好厉害哦。你打到我的手了。好了没？这样好了没？真快啊。你那是什么？这是帐篷吧应该。那个是帐篷吗？这个应该是帐篷。这是帐篷还是一个大风筝啊？只有几个角啊？四个角吗？这是一个什么形啊？三角形啊？这是个啥意思？我们这两个就变短是不是？哎，怎么五个角？是五个角吗？六个角。第六个角是哪？在他手上。啊。所以应该是六个角，所以没太阳了，没太阳了，没有阳光了，花花，花花哥哥，对呀、啊，要他干嘛？我的个儿不高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个好像有问题。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你要放风筝？我要扛大旗。飞得了？怎么可能飞不了呢？哎呦，掉了！不会飞了，我现在这样玩不来风筝了。这风到底往哪儿跑？到底往哪儿飞啊？现在往那儿飞了。哇塞！哥哥，你放得好高！哎呀，我们真的成功了！哎，好厉害啊！这个应该是，对吧？是这样吧？是这样吧？不太对啊。罢工了，我走了。应该是这样啊。是这样的呀。绳子。哎，楠楠。楠楠，啊，对的呀，这个，它需要一个绳子啊。绳子。哦。酷。我好像弄错了，瑞娜。嗯。所以我们可能要把它拔出来。什么拔出来？哥，我们算了吧，就像刚刚那样搞上就好了，不用搞得一模一样。我们有我们的 style。来吧，我觉得刚刚那个挺好的呀。我也想放风筝了，我放风筝了。我飞的。嘿嘿嘿，这个很危险。这样吹的好不好？我们去放风筝。哇哇哇，你看那个。好高啊！
哇，飞起来嘞！刚刚玩的老鹰风筝好高哎，比那个红色的还高。他们还在一直飞，它很难打、哦。一直飞，一直飞。哎，还会打转啊、哦！这是个大鱼，对，这怎么放啊？这怎么放？这是个学问呢。这是鱼的风筝呢。那小哥，你先拿到这边。好奇怪啊！帮我理一理，我搞不太清楚。好，我也看不太懂。好，哎，这个好像有好几个头啊。哎，哇，就要飞了，就要飞了，好像能飞。有戏，有戏，小哥。好，有戏。我把它放长。哎哎哎，风抛起来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！哎呀。哎，放在这边。哎，这很难抓，这我还不会操纵，奇怪。他这是怎么意思？嗯，哎，这个该怎么操纵啊？这是怎么操纵起？往回拉。啊，现在绕住了。哇，这缠的太乱了。哎呦，这线解的我真是心里累。还有很多个结，我刚解开一个结。没有绳子了，这绳子不够。哎啊啊啊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我的老鹰放着不在呢，被大鸡吃走。嗯，哎呀，绳子断了就会这样一个东西，绳子一断它就往下掉，这样就要去把它捡回来。哎呀，飞走了啊！我的风筝在哪里呀、啊？在那个爷爷那儿，你去。啊，那儿！哥哥，快把我的风筝拽回来！你的心好好了。哦，这个是我的风筝，你的在另一边。你去拿你自己的风筝好吗？不好。那你为什么抢别人的风筝，不拿你自己的呢？这是我的风筝，不给你。我姐姐不让你玩了。要不要我了？要你呀！啊，来，我们快点把它拉回来。哦，收回来了。看到瑞娜那个是风筝了，是吗？嗯，瑞娜的是什么风筝？是一个跟你一样有颜色的风筝，但是不是？我来说吧。只有灰色跟黑色，有好多颜色，我觉得好漂亮啊！在哪儿呢？就在那帐篷那里。花花哥哥拿的那个就是。这个是好的，不是，这是我的。哪个是我的？好、哦，这个是我的吧？啊啊！他也上，他也上。哎，上了。我知道。哎，绝了呗！哎呀，好、哦、一阵风。哎，好奇怪。总会有那一天。好，自己跑，你累了。好。要跑，不是起不来，奇怪。小心你的脖子哈。解开了是吧？这个线结太多了。比较复杂一点的就是比较难弄。把它剪断。啊？这结打的。胜利在望，好，解开了。哎，
期待。哇哇哇哇哇！哇！不要下来！啊！不要下来！一直跑就越低越低越低低，多令人泄气！好难放，放得我满身的汗。你们摩托车，不行的话就要放放老鹰了。小哥，你看我的，对啊，你这个就很好玩。我这已经放不没有线了，好、哦、没有线了是吧？对。哎，好棒啊，它还可以飞高的感觉。耶、yeah ！哎，虽然那只没放起来，拉拉这也过瘾。太多年没有尝试这个滋味了，这个滋味真好。拉着一条长长的线，手上系着是风筝。哈哈。哇，这起得来吗？不可能吧，这很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知道这个怎么能给它兜起来吗？兜了好久它不起来。我来看，我来。风的方向是那边。现在没有风啊，现在问题是没风啊。我只要一扔起来，你就跑，往后跑。好，跑，跑，跑，放线，放线，直接放线。放线，不要跑了，放线。不要跑，你这样绕风向不对，大哥，大哥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你不能绕圈跑，绕圈跑它就掉了。那边没路了呀。不是，你要跑一下，它一飞起来马上放线。哎，等一下，线乱了。线乱了、啊、我解了好久的线。我刚解了那有二十分钟。你们还没有放起来啊？他们为啥都不用跑呢？他们风筝小呀。那刚刚那大爷那特别大，我从小到大没放过这么大的。我没见过这么大的。我不信放不起来这个，这肯定放得起来。放不起来把它烧掉。风向往哪儿？反正往哪儿，先弄起来再说。好，跑跑跑。没地方跑了，快上房子，快！真是，什么鬼？又掉了，管儿，搞死我！我来放一下，我试试看。我玩玩小的好了，小的有没有机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是哪一个？我老鹰。怎么那个老鹰特别好放？这个怎么为什么放不起来？哇，你看人家，哦，人家那个好多个线啊，你看。我现在谁也不想看，我就让它飞起来。哎。快飞起来了！哎呀，
我不敢相信，我连风筝都放不起来。我问一下，我这个为什么就是放不起来？怎么都放不起来，怎么办？才能上好嘞？南方啊！失败，我跑了快两公里了。那个大叔说：“你新手啊，不要放这个了。”他说：“那他要帮忙啊，不帮忙在旁边讲话。”我觉得我有一点跟晨晨很像的，就是我的竞争意识非常的强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什么新手飞不起来，那我就要飞，使劲拽。大哥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？嗯，张开你的翅膀，飞吧！你这一坨什么玩意儿？飞吧！东东好像这次有问题哈，对啊，怎么都放不起来。费老师，你去那边拉长一点。好好，我去。我们拉到很远，好不好？往后面走。哎，起来嘞！哎，上去了。哇！我觉得刚很难得，不可能了。哇！我要找个帮手，然后正好看到小哥在那里飘飘仙仙的走过来，我说：“小哥，来帮我举着。”这一刻我一定要成功，小哥，一二三放了，哇，就真的飞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刻我真的我很优秀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放那么大的风筝，我已经跑了很久很久了，我们俩一块竟然飞起来了。哇，真的上去了。成功哎，哎，锦鱼呢？没看到锦鱼，黄锦鱼呢？黄锦鱼，他要陪小朋友在玩的。黄锦鱼、你的鱼飞上去了，不准看。现在好听话哦，这。对呀、啊。不对呀、啊，你，好怪哦。前面折腾了快半个小时。对的。你看，那个可厉害了！哦，这是遥控的吗？是。哎，这个遥控的是谁的？别人的。打下来，我想玩这个。打下来。他好暴力，就这样走，有一种去抢的感觉。花花，花花啊，好了，你不是要教那个费叔叔跳舞？跳舞是吗？跳那个。对，费叔叔，我们还要跳一个。网红舞蹈，网红舞蹈，交给我们比较会跳舞的。好好，我不会，明明是你，好吧？有代沟是吧？他要教我一些流行的玩意儿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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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，随风飘摇，海草。我知道了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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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来，飞书站中间嘛。啊哇。C 位 C 位，太好了。音乐一响，我们跟着后面坐就好了。好了，来吧，前面就 freestyle 吧。好 freestyle， 我们跟着你坐就好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 ，Yeah， 嗯 ，Yeah， 海泉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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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那华丽舞蹈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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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更喜欢海草。记得了，好，你唱的什么东西？是你编的还是不要讲？没有，那这个视频上就是这样的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遍。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甩头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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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随风飘摇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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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花里舞蹈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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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，像
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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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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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花灵舞蹈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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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。我也会站。人海呀。费叔叔，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得回奶牛国了。回奶牛国了吗？我们跟大家道个别吧。啊，对对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要谢谢这几位哥哥，还有这几位可爱的小朋友们，给我一个非常暖心的感觉，给我一个很难忘的经验。是，看到他们是一种很，有种很幸福的一种感觉。对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也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。就会让你会幻想他们未来长大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希望他们能够一直这么快乐吧。对，虽然他们未来路上可能会不如意，但是希望他们都能保持童心吧。我们的飞船要走了，我们得赶了。哎，你看你们的飞船。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啊，拜拜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好了，乖。啊，我飞。雨伞，包包。有点辛苦，有点点辛苦。这是谁的衣服？蓝蓝的土耳其，人海呀，啦啦啦！哇，什么都没有了吗？跪下了、不用做饭啦，不用做饭啦！哇，你们也太好了！嘿嘿，谁要吃饭过来集合了，餐桌集合了，集合集合！我的手都在一在等你的。哥哥，啊，金鱼哥哥，你喜欢浅浅或者我啊？你是说陈喜欢陈晨还是你吗？嗯，我喜欢我自己，我最爱我自己。哎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问题太难了，但是我不会。杰克森，我不喜欢那个笑脸，因为那个笑脸就是我想要亲你的笑脸。哇，套路好深啊！你真的知道？说了吧，你真的知道？杰克森，我不喜欢你那个笑脸。因为你那个笑脸真是让我想亲你的笑脸。我学到了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，我立刻发出去。这个肉我们东北也有。咱东北啥没有啊？我喜欢吃鸭肉。我也喜欢吃鸭肉。我姥姥最不爱吃鸡肉。我一直想问一下，姥姥是奶奶吗？姥姥就是老婆。姥姥是外婆。这喊话就是外婆。好好的饭呢，都在袋子里。好好，快点吃，拿上调羹吃了。好好，拿勺子吃了。我还想吃饱了。我也是。我吃饱了。饱了。我也是。一个包，一个包，一个包包包。一个包，一个包，一个包包包。你在干嘛？你傻了呀你？不是，我在唱歌。唱金钩包。什么金钩包？金钩 bell， 金钩 bell， right？ 不是，是不是？金钩 bell， 金钩 bell， 你唱的是不是？好的，你唱是不是接个包，接个包？包包包。接个包。我金钩包鸡。吃个包，吃个包。Oh my,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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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, o
你看，好好，都是你带的，把他们又带着，像疯子一样。我要把你吃了。又好吃啊！把嘴张大，我看能进去。开始。我想喝水，水。我不要喝饮料。我第一次听到小孩子这么讲话。长大了，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。我想要喝水。走，喝水睡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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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来，下来帮忙。因为你们完成了小哥的心愿单，这是他送给你们的电视机。电视机！哇！嗯。然后电视机自己安装，但是不要挡机位。OK， 我们有电视啦。晨晨，去尴尬那儿把遥控器拿来，然后让他们下去。下去吧。霸气！爸爸，你刚刚看兄弟。这以后转了，转转转，回来回来回来，这边这边这边。我跟你说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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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来。我把电视机修好了。要是不挡了，这样你还跟白色的融为一体，是不是？还是我们机智，靠你们尴尬组真的是醉了。我想要喝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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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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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夏洛，阿林的水水，来，喝水水，喝水水，喝水水，水在那里。干杯了吗，朋友？朋友。跟你们说啊，只能看半个小时，然后上楼刷牙、洗脸、睡觉，知道吗？我们有一个神秘的角落，啊，一摸就是不一样。好舒服啊！为什么我们不能睡这儿呢？我们现在可以睡。来了，我们再躺一下，我们躺感受一下真丝床单的感觉。我就感受一下真丝床单的感觉。我们就摸一下，摸一摸，摸一摸就走，摸一摸就走。对呀，他们没有床单这么擦吗？他们没。啊，我把这带走。拆了，拆！哎，这正好你和家人是双人床，现在。哦，对。拆了，拆了，拆了。土匪一样，哎呀，终于可以睡两个枕头了，好感动啊！那里面还有什么？管它有什么都给拆了，里面镜头都给拆掉，拆出来，镜头拆下来放在楼上。哇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我们真的应该要感谢一下费老师，给我们带了个电视，谢谢费老师，神器。那沙发那床被子是谁的？花花的。他要带走吗？花花不带走，花花已经走了。我去拿上来。不浪费点资源。要么说这特使啊，跟 CEO 差着段位呢，这背一摸的感觉就不一样。还是这种床。楼下那个房间现在也可以洗，门还开着。我们今天可以享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对，感受。享受这个词是我们用的吗？我们开玩笑，我不配。
里面也穿。我觉得这个爱心那个义卖活动了。往年往年我们义卖的最高记录为36432元。DIY 创你的图大声朗读，谢谢。爱心义卖会，各位爱心人士，诚挚邀请你们参加将于后天下午2点举办的爱心义卖活动。义卖物品接受图书玩具物品、创意手工作类物品，请发挥你们的创意与想象力，赋予义卖品新的价值。爱心义卖主办方，我们还是搞一点白 T 来画就好了。嗯，印泥买一个，小孩子可以掌印。对啊，掌印在衣服上嘛。嗯，然后再加上一些他们可能每个人创造一件东西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东西拿过去就可以了。嗯，对吧？那你如果劝他们把他们的那个玩具卖掉的话，他们会哭吗？一旦想到这种义卖的这种东西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闲置了的东西然后拿去义卖或者送。但是从更高的精神程度来说，我觉得当你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学会了分享。我要问一下啊， Rina， 你自己有些什么玩具？现在找过来。晨晨，你有什么玩具啊？我的变形金刚现在在找呢。啊哈，你有什么玩具啊？去找过来。Jackson， 哈林，你去找。好，把你们喜欢的东西都先摆在这儿啊。哈林，等我在这找。这是谁的变形金刚？好好的。那好好喜欢这个吗？对。那给我。这俩都9.99。哦。千金难买心头好，我跟你说。这是你喜欢的是吗？就是这个步标。哈林，你去找一下你的什么东西。就是那个，就是这些积木。拿来给我。好了，我们去做的是慈善义卖，这些东西都拿去卖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，要卖掉。不要。要卖掉。不要。我不要把这个变形金刚卖了。我不要把这个变形金刚卖了。平时呢，我们那个义卖都是卖一些闲置的东西，既不浪费，又能把卖掉的钱捐给一些有需要的人。这次因为前几天发现现在的一些孩子其实都已经很懂事了，但是因为一直在家里被关爱和宠爱着，所以在和别人分享的这件事情上比较薄弱一些，也想借此次机会让他们能够多学习一下如何分享。慈善义卖就是你知道人家有很多很多比你们可怜很多的小朋友，然后他需要我们这次的慈善拍卖筹的钱给他们看病，给他们吃饭。都行，别卖我这个就行。就是你要喜欢的东西，我们喜欢的东西还会有更喜欢的东西，在这一个时候我们的心意是最重要的。买一个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还会碰上你更喜欢的东西。但是变形金刚不是反面了，我的保险费给我，我不要把保险费就卖了。Rina 的这个也拿过来。不用。Rina， come on， 给我们。好了，靠你们了。变形金刚。靠你们一个个去游说啊。来，晨晨，过来过来。Rina， 你过来。你知道 Reason 了是吗？对呀。那所以我们拿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卖，是不是可以帮助到他们？帮助
他们都不会想要玩玩具。这个东西不是卖给他们，是卖给有钱的人。他们那些人想去做爱心的，他们有钱，但是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，他们可以买我们的一些礼物。晨晨，晨晨，晨晨卖它不是为了把你喜欢的东西卖掉，是为了把你喜欢的东西卖的贵一点，去帮助其他人，知道吗？那可以再重新买一个吗？对呀。可是这个是可以啊，最后一个，这不可能是最后一个的，好不好？哥哥不是常跟你说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。你如果有帮助别人的想法，你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，好不好？嗯，这个我知道。真是，你要是有帮助别人的想法呢，其实你也可以拿一些别的东西，不是一定要卖你最心爱的东西的。可能可以给。可能可以给是吗？那你再想一想好不好？嗯，一会儿会告诉你。什么？一会儿会告诉你。好。豪豪，你过来，我们俩聊聊。你愿意把这个送给那些小朋友吗？可以呀。真的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真的愿意？愿意呀。真乖。哥哥跟你说啊，佳佳。愿意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卖掉，去帮助别人，对吗？这个不好，我还得考虑考虑。还可以陪你两天，好不好？对晨晨的这个事情来说，我自己心里其实没有那么坚持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因为我都是说等到第二天早上再来做这个决定，你来做这个决定，你自己去想这个事情。为什么你的眼睛是这样子红起来的？好吧，我们继续看一会儿动画片啊。你们两个大哥哥大姐姐要做一个榜样，自己喜欢的东西有时候也要拿出去分享，好不好？你们先定一下，我一定会上定 T 恤，白 T 恤。五件的话，不可能五件，太不相信我们的售卖能力了吧？我觉得定30件。染料，水彩笔也可以。还这么多玩具。哥哥，我饿了。哥哥，快来陪我玩，帮我系下鞋带。我不爽了。请开启唯品会惊喜百宝箱。西洋酒爽购节。哇！马上下载唯品会 APP， 719爽购节，3件70%哦！快去买好吧！哦，哥哥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画爱心啊？画呀，我教你画好不好？教你画了，你拿着笔，我们先画一半，再画另一半。你的日记呢？好开心。很开心是吗？嗯，放这里好吗？好吧。好吧。谁没刷牙的？上楼刷牙。用云南白药益生菌牙膏，挤黄豆颗粒大小。好好的，我把你这事都给忘了。我不要下去，我不要下去。让你给跑忘了，乱跑。站住！站住！换尿布，别动别动，擦屁股。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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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回来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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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，好，快点！来，乖乖乖乖，穿尿布来，听话听话听话！别动，乖，大哥，豪哥，豪哥，一下一秒钟，冷静一秒钟。
下楼玩了，走，抱你下去玩，啊，好好，你是不是私下跟喵喵联系了？嗯，我说你是不是偷偷跟喵喵联系了？嗯，没有吗？嗯，没有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变得跟喵喵一样不理我？抱你下去走，抱住，哎呦，有吗？快点，晨晨来帮忙，一块收 ，Rina 一块收。垃圾，垃圾。来 ，Rina 给你一个垃圾袋，把脏东西往里面丢，地上的也可以丢啊。来，把地上的东西捡一捡，哈林帮忙一起捡一捡。这个满了。还是 Rina 乖哈。我想要吃这个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因为你乖。给你，因为你擦了桌子，有奖。好痒，好痒。你没有擦桌子。乖的小朋友才可以吃。怎么不给我？这小气。哥哥，他小气。谁小气？他。为什么小气？因为他不给我那个。我觉得乖的小朋友才吃了，在那豪豪没有擦什么桌子，我就觉得没有输了有奖励。Okay. 对，豪豪没有帮忙啊。好吧，我帮忙。你已经迟了，晚了，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忙了。过来，我给你，你帮忙把这个垃圾拿到门口去，我就给你。好，我就给你啊，很重啊，很重啊。你把门打开，又打得开吗？打开，打开，丢出去，丢到门口去。对，放在那儿，走吧。给你，哥哥，我吃饱了，我也吃饱了，我也吃饱了。那谁去洗碗呢？啊，我们还不会洗碗呢。我会呀，我也会呀，我也会呀。我不会摇，我的克拉天爷摇。洗个碗而已，不用叫老天爷。大家可不能挤哦，不能挤啊！这个里面要放一点点这个，然后拿这个说。瑞娜的，加点水，加点水。晨晨很会洗。我想要洗十个。你有什么？什么？九鱼哥，我给你碗洗了，你说的，谢谢我呀。谢谢你，我给你洗了半期节目的碗，你是不是要谢谢我？谢谢。是要到北冰之家吗？哦，不是。是啊。嘿，怎么了？我是唯品会的快递员，这些是唯品会寄到北冰之家的快递。
是，要麻烦您签收了。快递啊？对，我帮你搬上去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谁来了？看看谁来了。我就是要收快递。打开门之后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他是谁了，但是我一下子叫不出他的名字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快递，你是专门送快递来？送快递的，对。我叫他们拿东西啦。哇，先去拿东西。这比较重啊，来，好，一起来。所以我们是又来了一个新格格。对对对 ，Hello， 你好你好，我是那个言承旭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要洗他干嘛？我帮你擦掉。走开的。这你是我们小时候，对，就小时候看见你看错了，对，小时候看电视里面的人。他脑子里全是道明寺，就很尴尬，我又不能叫人家道明寺啊。真人秀节目里面我没看到的，对，没有看到过，所以我不太敢相信是他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的。那我要不要认识一下他们？因为我不知道他们。他陈，这个叫晨晨。晨晨，那个 Hello, 你好。我是 Rina。Rina。比较大的女孩。这么用力啊？嗯，这么用力啊？然后 Jackson 嘛，那这一位呢？ Jackson, 哈林。这个美少女。哈林。你叫哈林啊？然后这位这是好好，好好，好好，哈哈，嗯，你怎么裤子这么可爱啊？放下，这个里面的东西不能碰啊，这里面都是拿去卖的东西，你到时候也把你放进去。哎呀，嗯，第一眼认出来杰瑞哥，儿时看的电视剧就是他的主演，《亢龙不回》，我的天哪！没有看过吗？篮球火，亢龙不悔，旋风式灌篮，没有看过吗？天哪，你们真的！哎，回来了，哥你好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出现？你 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久仰久仰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去哪里啊？办事还是？去办事去了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哥哥，这个需要拿去卖吗？哎，那个为什么会跑出来嘞？他是在动物园里面的呀。不是，很突然，好突然啊！一下子看到了我儿时的电视上的画面。对啊，是，对啊，那是我好很小很小的时候。你要冲个奶，然后寄回你的房间。哎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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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们谁比较会做饭？做饭，你会做吗？大概小朋友的，我有稍微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到现在还没饿死，证明我们还没有。大家还都还蛮壮的，这个水已经是温水弄好了，然后我们大概每杯水倒个160-190毫升左右，加2勺半的奶粉，然后拿起来这样轻轻的搓，让它化开，然后给宝宝。不是摇啊，因为这个奶粉很容易溶解，所以我们要晃。OK。感觉蛮好喝的，其实我也经常喝。哥，您之前有带过孩子吗？本身有一个。啊？哪儿来的？没有啦，就是有去有去跟小朋友相处过啦，为了要来这个。跟谁的？本身有一个。跟没有朋友的小孩。就是。哦。不会，你在讲什么啊？我不知道，啊，我就是在问一些八卦问题。好的，奶冲完了，帮你拿出去给他们。好，就有你的豪华大套房了。是有泳池的那种吗？那倒没有，只是跟我们比豪华一点。哦，我一直要不要喝奶？来喝喝，皇家美素佳儿奶粉。好，猜猜看哪一边？确定吗？猜错了你就不能喝奶喽。再猜一次。
恩恩好聪明哦，对吗？你好聪明啊！恭喜你完成了冲奶任务，这是你 VIP room 的钥匙。谢谢。这是你的房间，你有独立的厕所，你有双人大床。哇，这么豪华呀！但是呢，这个房间是你为我们打开的这个权限，你帮我们打开了以后，你就住楼上。是啊，我们三个就睡楼下。那我看一下你们的房间，走看一下你们的房间。来。这边是男宝宝和女宝宝的房间，然后这边是我们三个宝宝的房间，四个宝宝的房间，看起来很厉害啊，超厉害啊！我的床是这个，哦，真的啊？对，因为他们的床是两边，对，因为他比较厉害，他比较有钱，真的啊？对，因为他昨天继承30亿的，所以其实总裁在这边就是，所以他比较小，他受欺负，他睡那个。加了床，是真的，真的真的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床看起来有点像在医院，好像加床嘛，还有加的床，就像你的那个点滴架在那里。晚上要帮宝宝洗澡，对不对？对，帮宝宝洗。就谁来就谁洗，我们已经洗了很久了，所以。可以啊，我还蛮想要。尝试就是像都没有帮宝宝，就是那个水放完了以后，对，就像把宝宝丢进去，把宝宝丢进去，冲两下，把那个洗沐浴露挤进去，洗一洗，拎出来擦干，丢回床上。你确定人家觉得我在洗小孩吗？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在洗菜？你坐呀，你站着，我们有些紧张。我们要怎么称呼你会比较好？叫我 Jerry 或什么都其实都好了，我觉得就很 Jerry 哥，很轻松，很轻松。我以为你们知道哎，我不是完全不知道，我以为他们会试一下偷，完全没有。我在门口看到你傻掉，没看到。我想说你演得蛮好，我想说你应该应该蛮好的，整个傻掉。我还想说你们应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当然知道，不太不是我在他在门口，因为我根本不在乎谁来，但是一旦看到我说，然后我在为什么有光照进来？我说，你好像是。那到底进不进来？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你参加过真人秀节目。对，因为我个性不太适合，因为本身比较容易发脾气，容易发怒是吧？对，太好了，他也容易发怒。终于有人陪我在一起了。其实我艺名你知道叫什么吗？我刚出来的名字大家都叫我暴龙。暴龙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哥哥们。亲爱的哥哥们，请你们把昨天从 VIP room 偷走的背心和枕头还给嘉宾，谢谢。拆！哎，正好你和嘉宾是双人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拆了。不一样。哎呀，终于可以睡两个枕头了，好感动啊！好好，你的裤子在哪里啊？好好，裤子在楼上，左手边的房间里面有一个金色的箱子，就是他的。好，我们来穿裤子好不好？穿裤子，我们去玩。到。你的裤子在哪里啊？这个。这个吧，是不是？不是。这不是你裤子。哪一个？我们穿裤子，我们穿裤子，我们再来玩好不好？没有裤子，等一下那个玩具你就不能玩哦，好不好？哪个玩具？你不是刚刚想要那个巧克力？嗯，对啊，那你要穿裤子啊。Jerry哥，这里就交给你了啊。好，他们俩都交给你了啊。Good。 那哪个？这个是 Jackson 的行李箱，这个是好好的，好。对。要涂药膏。怎么啦？我头。哪里？我看，这是被蚊子咬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坐。对了，我有一件睡衣不见了，就是那个眼
连体的老虎睡衣，连体的老虎睡衣。那哥哥等一下帮你找好不好？好。好好，你乖不乖啊？这样没比较好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弄完，就不会不会疼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呀？再来，我去拿一个那个巧克力鸡，可以吧？巧克力鸡，那你要先穿裤子啊！你没有裤子怎么那个呢？好，我自己找。对啊，那你要自己找啊，自己找是不是很成熟啊？巧克力鸡在等你哦，你不穿，你看巧克力鸡就要被人家拿走了哦，哇，怎么办？巧克力要被人家拿走了，还不赶快穿？看呀，这个吗？嗯，是吗？裤子啊。好，那你穿给哥哥看好不好？哥哥。啊。妈妈说，就这样可以，这样。好厉害呀！好好怎么那么厉害呀？哇！我从这样好不好？我从好可以穿起来。我从小到大就会穿裤子。真的啊！他也可以穿裤子。哇，好好这么厉害呀！哎，好了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件事情忘了？午饭。啊，忘了。没有人在听，没有人想起来，那就过去了，那就是。不是，我们现在有 Jerry 哥吗？对，这个我说了他不会做饭，不是很会做，你就让他试试呗，反正嘉宾来了，嘉宾来了要给嘉宾镜头。杰瑞哥，是，我们饿了，饿了，我们要吃饭饭，我们中午饭还没吃呢。那我看一下厨房有什么。杰瑞哥，是。我可以把食材摆出来给你。我们有白羽菇，我们有花菜，然后我们有卷心菜，然后玉米，然后还有还有这个火腿。全部食材已经摆出来了，最后能做出什么东西？我觉得你做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粉丝加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切乱炖，粉丝加加青菜 OK 啊，可以把它们都煮在一起。对，看完，你想怎样？嗯，好，教练想动手。哎呀，你自己都踢出去了。踢，谁表扬你了？谁让你踢楠楠哥了？踢自己。完了，我跟你说。为什么踢人？为什么丢我？为什么踢楠楠哥？为什么踢楠楠哥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还踢？为什么踢楠楠哥？你手怎么又肿了？又被蚊子咬了？对。你好容易肿啊，好好。他为什么肿？因为他胖。我不怕。胖吗？我要打他。你要打谁？他。你怎么打不赢他？他练过跆拳道的。你忘了刚才被人打的追着满屋子跑的时候了？啊？别想要。他又准备了起誓。不要扭到，不要继续摇，烦死。别打姐姐来了。Round one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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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杰瑞哥都不常做饭的人是吧？我真的好困啊，昨天睡太少了。我也好困啊。能成吗？应该不能成吧。要帮忙打下手吗？可以啊。需要帮你切切菜根啊什么的。哎，好啊好啊，你平常有在做菜啊？我这。
我还做的还可以。真的？是兴趣吗？还是？小时候没人做给我吃，我只能自己做给自己吃。真的？你很小就很独立啊？对啊，父母不在身边呢。从小啊？对啊。啊，真的？那你那时候是谁带大的？住在爷爷奶奶家里、老师家里，然后什么阿姨家里，就是这种。你住在哪里啊？住在上海啊。哦，所以你是上海人？我不是上海人，我是温州人。然后来读书，然后就住在了上海。几岁的时候来？十八。那还蛮年轻。十七岁的时候。来读书。对啊，十年了在这儿。刚来的时候会不习惯吗？也不会，因为上海跟我老家还蛮近的。哦。爷爷奶奶还在温州吗？对啊，在老家。你偶尔会回去看他们？我很久没有回去了，但是给他们买了房子。哎，这个牛肉要不要泡水比较快？它泡着了，牛肉泡着呢。微微说：“咱们是强盗朋友。”给我。我们是强盗！别打，没事吧？有事吧？谁打到的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又撞到了。面子，来过来，来拿湿的，拿湿的。这里没有，楼下有。我去拿，你先照顾他。跟谁撞到了？没拿来，坐。有很多人在追我，但是我被撞到了。哦。我最怕看到的就是孩子受伤，但是我觉得我比较自责的就是，我们这么几个人都没有一个人在这种时候在现场看，对，就是没有看住他。还在流吗？你先别这么用力擦，哦，还在流，把头抬起来一点点。哥哥，我给瑞娜闪闪。痛不痛啊？瑞娜。瑞娜，把那个，你不要用力，不要用力按。瑞娜。你把这个 Rina， 你这样头抬起来一点点，然后把两只手指头，这两只手指头这样扣住。哥哥，我要给他。哥哥们在做饭，然后你们就在这儿。对呀，是因为我就在这儿跑来跑去撞啊。是因为我是不想要他们对我。差不多止住了啊。好了吗？你感觉到了吗？有在流吗？还有吗？还有。还有一点点是吧？还有听到一点点声音。我可以在我的床上躺一会儿吗？我有点累，因为我得跑着整个天快点。把头抬着，把脸上的小心啊，擦一下，然后把手抠着，你不要躺着，躺着不好，躺，你这样靠在这里，靠在这里。哇，你的脸撞到了一块头。用毛巾把冰块包起来敷鼻子。我去拿。毛巾。好，我们去帮姐姐拿冰块好不好？走，我们一起照顾姐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冰块在哪里？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嗯。好，走。这个冰冰流。对呀，看看，哥哥拿上面的冰的东西，好吧？你头顶小心哦，不要撞到，好吧？拿这个冰好吧？好，我们拿这个给姐姐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冰，好冰呀。走，我们去当。保护姐姐的小英雄，好，出发。来了。冰箱没有冰块，我只有想说拿个
冰的东西看看。你把他脸上冰一下。你今天先别擤鼻涕，也别挖鼻子，知道吗，瑞娜？不舒服你这边也别挖，好不好？你想吃炒牛肉吗？怎么炒啊？炒牛肉，然后黑椒酱米饭，怎么样？来吧，我太饿了，我等不了了。你现在坐起来，轻轻的坐起来，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在动。鼻子别动。我们下楼先给他们放个动画片吧，让他们坐在那儿安静一点。我也要去看动画片。哦，要看是吧？要哥哥抱，要看啊，好，哥抱，看看看。我要抱。瑞娜，我们不要动了啊，坐在那儿看动画片，我们先坐在那儿。你坐好，坐好，我来看。我想看巨神战旗的。那小猪佩奇有谁看？我看。哦，你看。我好想看呀，我不要去，我只要看巨神战旗。而且迷你特工队。你现在最喜欢小猪佩奇了。我喜欢吃。这个饭好可以了吗？饭可以了。牛肉我炒掉了啊。好啊，你这牛肉已经熟了。哇。我来一块弄吧。把那个盐锅留给我，我炒个肉很快啊。你要炒哪个锅就炒哪个锅吧，反正我已经都加好油了。哇，景瑜哥刀工难啊。景瑜哥刀工可以，肉泥啊。加料了吗？加了。Oh my god！ 哇，我就好喜欢来的新哥哥，就一直帮我们洗啊洗洗啊洗。我觉得还可以，是粉丝。行了，什么？味儿不能再浓了。那就这样吧，给我一个大锅。快！再重重。吃饭了，吃完饭再看。吃饭。我觉得拿筷子就像拿笔一样，不能很前面，很前面，要往上递一点才行。给你一个青菜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不喜欢吃。可是这个一定要吃啊，不然你长不高啊。我要拿筷子吃这个。好好吃啊！好了好，很好。越吃越多，来，好香啊，用力。对粉丝有了新的人。这个是什么？放在我的。好，把它弄掉，好，没了，来。啊，这么厉害。我还要汤。你还要汤啊？好，那你先把它咬完啊。好。那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对呀，要说谢谢啊。要说谢谢才有汤。我是哪里？那是哪里？这里，这个右侧。好，让看看。
看看看看看看，这样啊。你们的 Jerry 哥，暴龙哥哥不要动手哟。好嘞，来。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的脾气是你别哄他。哦。告诉他你不吃了就没了。哥，你没来的时候他没有这么猖狂。你先真的、啊，真的。你现在跟他说，你就说，你现在不吃的话就没了。我们出去玩你也不去。你看哦，你再不吃要走了哦，再不吃真的要走了哦。你看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哇，好好吃哦，哦。好好吃哦，你看，嗯，快点，我们要去上游泳课了，再不吃，你不吃哥哥要走喽，你要哥哥走吗？嗯，那哥哥要走喽，好不好？哥哥走喽，来，赶快哥哥帮你夹火腿，好不好？快点过来，快点哦。好好吃饭，上来吃饭。好这样子啊。那你要吃了吗？这样啊，要吃了，那试看看，试看看。哦，那下次讲清楚嘛，哥哥听错了，好不好？下次讲清楚好不好？好吗？好。我自己曾经是一个小朋友，然后我自己知道那种你想要被人家关爱，其实像我小时候我也是，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生病，然后那时候可能就觉得说哇，小时候好渴望，可能人家一个关心，人家一个那种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我好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，所以可以理解，好好这样子的态度，但是自己就会去思考说，嗯，好，嗯，如果下次这种事情再发生，我要用怎么样更好的方式去跟他相处。他用的方式非常对，第一，你看他的声音始终非常的温柔、平和，而不是说有些大人一看小孩莫名其妙发脾气，自己也会开始生气啊，就会对孩子大声训斥啊。实际上当一个人有情绪的时候，你用很温柔的方式去沟通的时候，那个人的情绪就很容易被安抚下来啊。他第二个做得很好的地方，他让他一个人在沙发那儿待了一会儿，没有说刻意一定去安慰他呀，让人家觉得很烦嘛，你越问他可能越有情绪。所以我觉得袁承旭在对待孩子上，他很 care 孩子的感受的。陈学冬他是蛮积极的，通过这个方式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能够建立这种分享爱心的想法的。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，他其实一直表现的态度是蛮冷静的，他还是最后给了孩子一个自主的选择权。对于小朋友来讲，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、思考的过程，对他的成长来讲也是一个经历。我们约定好了没有？我们是不是约定好了？是不是？我昨天就觉得这个办法其实不是那么的必要。如果是真爱的东西，喜欢的东西，一定是要守护住的，死死拿住的。为什么一定要他卖这个东西？他对这方面很在乎。回来了。人呢？本节目由皇家品质、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唯品会联合赞助播出。马上下载唯品会 APP， 全球正品，放心买。感谢微博、晴朗新闻、知乎、企鹅极光、云视听极光、李敏秀、消除者联盟、小企鹅乐园 APP、 腾讯微视短视频 APP、 QQ 浏览器、 QQ 看点、 QQ Family、 QQ 三国、腾讯视频 VI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
小企鹅乐园APP。